与小光、邱瓷炫夫妇在北京出席活动，邱瓷炫挺运度衣着单薄，丈夫与小光全程陪同寸步不离，对邱瓷炫呵护备至。邱瓷炫在拍戏的时候很用功，厚厚的剧本全部用韩文翻译好，看好几遍。在丽江拍摄的过程中从来不出去玩，一直在钻研剧本，非常敬业。邱瓷炫的中文不是很流利，但是拍了几场之后合作起来默契度越来越高。邱瓷炫1979年1月20日出生于韩国大邱市，毕业于韩国檀国大学戏剧系，影视女演员。在演技方面，邱瓷炫通过电视剧中的表现来展现着她所拥有的可塑性，无论是经典韩剧场景中美到极致的温婉可人，还是中韩合拍的《大旗英雄传》中全是经典古龙美女的奋力，甚至是《必胜》《奉顺英》中的搞笑出镜，多变的演技都让邱瓷炫的美丽和活泼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